你告诉我一个总数就好，因为总数没有什么泄密的问题啦。这是2018年国民党立委马文君在立法院质询潜舰国造专案，当时应属直布罗陀公司正负责审查台船潜舰设计图可行性，国军也还在选装备供应商，但马文君频频质问七大系统下装备数量有多少？你告诉我一个明确的装备的那个数量。那个包委员，不同型的船，不同型的装备，我不管不同型的，现在还在审查，那就更离谱了。我告诉你，我是潜舰出身，我很清楚，所以潜舰服务不见得会造潜舰啊。直呛黄树光不懂造潜舰，听起来是监督，但还在审查设计图，却问装备数量，同为国防委员，这样解读。在选商的过程当中，会因为不同的厂商而提供不同的装备，导致数量的不同，在不断的这件事情上纠结，基本上就是刻意的制造困难。马文君委员的背景或资历来说，就算国防部告诉他数字，他能够提出自己的建议跟想法吗？是否合理监督打上大问号？隔年2019年，潜舰国造朝野党团协商首次编列预算时，马文君也删减了75亿1000多万，对其中盖船厂修军舰很有意见。潜舰的船屋是需要国际认证的，为什么独独我们帮台船盖？这个80亿耶！世界大国所有的首艘舰的预算也都是由政府来出资。那他提议30的原因就是说，修个船为什么要花75亿？我们具备了维修能力，那才能够证明我们有造潜舰的能力。第一步，如果你就建议删除的话，那么等于是起头都没有。潜舰国造才刚亮相，马文君过去言行一一被翻出，到底有没有党画面会说话？三军黄。